我有些案情，什么案情？就跟我没有关系的。所以你觉得很冤枉吗？我觉得冤枉。好，现在画面上看到这名前里长呢，到底是不是共犯结构？检方有证据坚称他人脉很广，以至少新台币20多万完成了1000份的联署，等于每张250，已经遭到收押。刚刚看到另一名呢，则是前明代以30万元交保。